的话哈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，有几个重点哦。第一个就是 import 的方式哈 ，import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做 import， 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 import 哈，那就没有办法使用有一个叫 J option pane。这个 J option pane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输入哈。那输入有点像是那个 input box 的方式，它。你要引用进来之后才能使用，这第一个哈。那引用 J option pane 的这个 class 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个范例里面，我们就宣告三个哈，一个大三个 double， 三个 double， 分别是半径、pi 跟那个 area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呢哈，我们前面有提过，就是说有关于那个 char 哈 ，char 的部分呢，它只是一个字元。那假如说我今天呢要产生一个所谓的字串。那字串的宣告方式啊，就是 string s， 好 string s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字串呢，利用这个 J option pane 呢，它有一个方法就是 show input dialog， 上面呢输入就是输入一个整数啊，秀出一个输入，然后把结果使用者输入的结果呢传回来给 s， 因为呢它这个地方回传回来是一个。字串，好，这一个字串，那丢给这个 s， 再来呢，利用这边有一个叫做 double， 好、哦，这个 double 是一个在这里啊，是也资料型别里面有个 double 后面有个叫 value of， 那 value of 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一个 s 本来是 string 呢做转换的动作，那转换我就直接把 s 丢给这个 value of 哈、哦，刮弧起来之后传回来呢，它就帮我把字串这个资料形态呢转换为 double 哈、哦。那后面这个其实可以省略，没有关系，没有这个没有关系哈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于 value of， 那每一个，比如说你今天假设要转换成为 int 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 int 点 value of 也可以，好、哦，就看你要转换成哪一种类型。那传过来之后就是我们的半径，好，传入就半径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有个定义一个派，好，那就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做一个计算，啊，把最后的结果输出，哈，输出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，哈，最后输出的结果呢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输入一个整数，假如说我输入一个10好了，按一个确定。好，那你会发现10之后的话呢？它就会把值哈、哦，分别把这个值呢放给它10乘以10再乘以 3.12， 就是这个结果。当然呢哈、哦，另外我要提到就是说，顺便提一下就是说，在那个 VB 里面有所谓的逐行除错有没有？那当然呢，在那个这个 Eclipse 里面也有。那怎么样做逐行除错的动作、哦？第一个呢哈、哦，请切换到这边一个除错啊、哦。假设我今天呢要逐行。去了解这个值之间呢它怎么做变化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切换到除错模式，除错模式之后呢，接下来哈、哦、我要做第一个动作，就是我要先把这个地方哈、哦、要设一个所谓的中断点，好，中断点，比如说我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我想要了解这里好了 S， 假设我要想要在这个地方啊、哦、设定一个中断点，好，中断点直接点两下，再来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啊、哦，我如果要设中断点之后呢，我怎么做除错、哦？这边按一下，不要按一下执行，按一下这边有个除错。好，你会发现嘛，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就会自动停在这一行。停在这一行之后呢，我按一个 F， 这特别注意哦，逐行的话呢是 F5， 按 F5， 它就会往下一行。好。那特别注意啊，因为这边会跳出一个 J option pane 啊，所以如果你把中断点放在这里，它就会出现这样，它会一直不断的跑。我比较建议你们可以这样啊，把中断点呢设定在下面一行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这个地方先让它取得哈 J option pane 的值。好，这个地方我输入10之后呢，那各位可以在这边哈看一下，那我怎么知道现在的这个 S 的值是多少？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上面，它就自动帮我们把这个值秀出来，它的值就在下面这里。好，10。那其实除了这个值之外哈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你游标放上面之后的话哈，它有个特色就是说呢，
其实它这边秀出来词，虽然我们看起来哈、哦，它有点，有点像这个数词哈、哦，但是你把它展开来之后呢，实际上你会发现呢，它是什么呢 ？char 中括弧二，中括弧呢在 Java 里面呢是属于阵列的表示方式，好、哦，跟 VB 不一样 ，VB 是是括弧哈、哦，是括弧。那在这边的话呢，它是 char 二，就是两个阵列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二啊，更正一下，二的话应该是零一二，有三个阵列。那它在零跟一的地方放一跟二，所以还有一个空间。那表现方式哦，在这边看到的结果呢，就是一二。那最后秀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十，好，但是这个十是两个字元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结果哈、哦，把它转换为 double 的话，好，转换 double。其实我刚刚提过，这个后面可以把它省略，没有关系啊、哦。那转换之后呢，它就会把这个十哦转换过来。你会发现有没有？因为它有小数点，所以转换过来之后呢，就变成 10.0。好， 10.0 可以透过这个 value of 的方法可以做转换。好， value of 特别之后，如果说我今天要这个资料形态之间的转换，可以用 value of。好， value of 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这边我们定义 3.14 好的 pi， 接下来把这个圆面积把它计算出来。那你看这地方啊，每一个通通都可以把它看到结果。那最后秀出来就3140。好， 3140最后可以把这个结果把它秀出来 ，print line 哈、哦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哈、哦，最后结果就终止，终止之后回到刚刚的部分的话，就是 Java 视窗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这里的话这一题哈、哦，你们试试看，就是说，除了说了解哈、哦，第一个怎么样做？除了说我们程式里面的撰写方式之外哈、哦，如何从外部取得使用者哈、哦，它可以传入，那你可以用这个 JR champion， 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如何做除错，除错哈，特别重要，除错的部分，好，试试看好了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齁